欢迎来到舞蹈世界，舞蹈全明星，让我们掌声欢迎全明星推荐人大星团娄乃铭导演。潘志涛老师，汪正正，于小雪老师，江东老师，舞蹈世界，舞蹈全明星，欢迎您！大家好，我们舞蹈世界全明星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前面的这个六期呢，一直是要做一个我们这两年来最有故事的那些节目，我们今天还有最后这一期给大家展示。我补充一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叫做全明星的最强阵容，这样的，也就是说全明星舞台上最强的团队，而且是名声叫得最响的团队，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可以说是一场巅峰对决。而且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节目是我推荐的。有请，有请。
爽了，要爽还想再看啊，就是这，哎，我觉得太棒了啊，我没看过这么好的舞蹈，真的。刚才潘老师说雅俗都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语汇特别的丰富，那小衣服一亮的时候，哎呦一个心酸，哎呀觉得动人，就是把时间和空间都压缩在这样短的一个舞蹈，这样一个音乐里边，我觉得感动人的成分也存在。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对，让他们说说。代表我们的团队们做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是来自边远山区、革命老区、四川省广元市文化馆老妈妈艺术团。我们有八次来到中央电视台了。我们的那个舞蹈作品是那个幸福像花儿一样。对，潘老师也跟当我们的评委了。最难忘的是我们2012年我们创作那个舞蹈作品，那个是老妈妈上了中央电视台龙年春晚。吴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导演呐、是来自于基层，他从那个创作老妈妈以后，他就一直给你们创作，对，给我创作。 来了吗？来了，就在现场，那位漂亮的女士，她就是我们的导演。我建议你们广元市应该评她为劳动模范。他的这个几个作品都思想性很高，艺术性也很高，而且都是来源于生活啊。对对对，你们最大的有多大？我是59岁。59岁啊、哦、你是8次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都来过吗？对，我都来过。刚才几位评委都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是新编排的，今年才编排的。对，那他演的就是我们自己。对，就是说刚才潘老师说的，我们这个舞蹈就是来源于生活。对，你看我来说吧，我们老妈妈团已经成立了8年了，但是呢我的小孙孙今年7岁了。哦，我就是一边跳舞一边带孙孙。哎呀开心得不得了。哦，完了。所以他们这个舞蹈一开始、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笑容就特别自然、一直到最后还是那样的笑容。我们的生活呢，幸福的真的是像花儿一样。我的梦想，姐妹们的梦想都是，就是说干好家务，把衣服洗干净，完了带好孙孙，完了呢我们还要培养孙孙作为今后将来作为社会有用的人才，完了呢就是我的梦想，也就是中国梦。好，就是我们老百姓最普通的踏实接地气。是，没有大道理。对，实实在在的就是开心。大家都说的这个样子，罗导能不能给200分？我一个人能，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国家级的水准，真的。谢谢你们，因为咱们今天就是全明星最强阵容，我觉得他们符合这一点，希望大家投票来。谢谢。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的结果啊！对，还要看这个。哇，166分！哇，谢谢。下一个节目啊，就是我来推荐的哦。哦，哎，你别看刚才看了这么棒的节目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对，好了里头还有好，我们相信，没错，我们要留下一点精彩给大家。好啊。请看下一个节目。
唱高的技巧，在我们这几天里头看到的可能是技巧最高的，最高最厉害的、啊、最厉害的、嗯、而且啊，你不要看广式技术技巧、嗯、就他们的站相立正啊，而且这个精气神的这个啊、嗯、这个直立的感觉，你们大家觉得他们怎么样，是不是帅哥来的、哦、对啊对啊对啊，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大致的情况？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啊，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馆老男人舞蹈团我们这个团队全部是一群老同志，男性的老同志，不老啊，那个才有30多岁吧，那个不是，我马上跟你说，我们的平均年龄是62岁，哦，最大的是69岁，谁？哇、哦，我们最小的55岁，哦，啊，这儿呢，哦，不可能，那是外勤老师，哎，这是我们的小老师，哎、王伟王老师。是我们指导老师啊，老师，我感受哈、啊，有几位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个想的对不对啊。像咱们今天这个海军这个舞蹈，他只能在辽宁舰上跳，是不是啊？你这个空间，你看这么多人，对对，你看小的舰艇，我觉得可能跳不开。对对对，这个想象力太好了。对，觉得男人都有军装梦。对。而且这个海魂衫啊，就是我们特小的时候，我们都会去买类似于海军的这种背心来穿，而它永远时尚。它就有一种男性的那种感觉，特漂亮。现在男的里头最帅的也应该就是汪老师这样的，只有他了，是不是？没有他了，站在那儿就美、哎啊。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技术技巧能不能行。不知道呢，试一下呗。啊、是想看一下、啊。我要上去啊，给咱们来一下。完了。对了，快、啊。老师的意思。正。我这一米九几，完了我这末梢神经的事儿都没解决呢，根本就跳不了。把帽子戴上吧，帽子戴上。哎，对，帽子。不是我，你得教我呀，我学啥呀？我是来了以后。最简单的技术能不能给一个？是这样的吗？啊，太帅了！好帅！什么动作来的？双飞燕，双飞燕，双飞燕，双飞燕。哎我，最简单了。不是，我这裤子不行啊。最简单的双飞燕，来，请，啊，最简单，你看，哎，对对、啊，不是那个。哎，咱们别撕了哪啊？不是那个裤子，有多少来多少，你可以25多。潘老师，25多，哎，对对，使点劲，投入一下。我跟你讲啊。潘老师，我就是双飞燕，我今天要不穿这个，我紧身裤，我咔我就能上超市，你知道吧？你这现在我就穿这个呢，我这上不来呀，这个来个别的呗。那个，你看我这，你看我这个。啊，对对对，好，你看我这个，操作。那个，空转两圈，空转两圈。刚才有一个空转两圈。空转两圈，对。空转呐，哎呀，那不行。干，哎呦，很简单，试试。1、2，呜！假装的。那么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汪老师这么帅的男人哈、啊，而且还不老，是吧？他居然做不出来这么高级的技巧，真，那就可见我们这些老男人们多么不容易啊！而且最重要的，他们不在技巧的这上头限制了他，是他们跳舞特别开心。跳舞特别自信，跳舞的过程当中特别快乐，是不是这样？就这一点，请大家投我们一票。好，谢谢大家投票，请给我们一票，谢谢大家。我们看看我们的结果。哇，我们居然以146票，在5个队伍当中，我们名列第一，暂时啊，暂时，哈哈，谢谢，强中自有强中手，啊，今天这每一个队真是挺精彩的，真的。那有请下一个队给我们传达更精彩，好。
灯那河，道河的道河的我怎道，到底不把他困那河，他在一座他的不得落得的你当没想到，这个队来助演啊，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我们是北京市微风博弈艺术中心舞蹈队，我们这个队呢成立了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我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获过很多的奖。我们也那个曾经跟很多的外地一些舞友进行过交流，真好，见多识广。啊，谢谢。可是第一次跟于小雪老师合作吧？对对对对对。哎呦，这个于小雪老师有点像王爷哈。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刚才他哥的那个欣赏这一帮啊草原上的美女们哈，没错，那感觉就是这草原就是我的。不对，姐姐，还有一点呢，那个胖子你知道吗？就最早以前我也推举过这个团队。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比较有说话权。为什么呀？因为那年呢，德德玛老师知道我娶了一个蒙古族的那个女孩作为我的老婆，我呢就是属于蒙古族的姑爷嘛，所以这个我就是当仁不让嘛，我就推举过，就开玩笑。全是你的丈母娘，丈母娘嘛，对，丈母娘，对对对对。当时汪老师认了我们当丈母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就是我做音乐嘛，做这么多年，就是这个舞蹈的这个语言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优雅也优美，尤其是咱们的老师一上去，这整个的整体感的气场确实太好。再来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音乐啊太抓人了，就他这个整个的这个音乐啊，就让人有一种向往和回味，特别好。我特别同意他的意见，这个就是刚才到了那个慢板的时候，你根本看不见后边是星空，感觉就是你们在大草原上，那种辽阔的草原，你们跳得特别好，而且这一位老师跳得格外的好，比专业的还好，这个第三位这个老师跳得非常棒，所以那个你们都非常非常的不简单。谢谢。其实他们还有很多的其他舞种，他们信手拈来啊，让咱们再来点朝鲜族音乐。好，你看这个比赛的唱功，完全就是专业，比专业强，感觉好。哦，这是您大的范儿，对，一出手就知道，就知道，就都是那种特别有味道、有韵律、带着劲儿的那种。潘老师，哎，上次那个汪正正老师啊，不光认了我们当丈母娘，也现场学习了舞，我们非常欢迎汪正正老师今天也展示一下。当然当然，音乐行。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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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这个队呢用真情表示我们对今天生活的热爱，用真情表示我们对舞蹈的喜欢啊，也请观众朋友也请各位推荐人投我们一票，谢谢你们，拥护你。好好的，好，156，好，谢谢谢谢谢谢。江老师、潘老师、罗导，以下呢，我要推荐这个团队呢，那也真是特别特别的强。哦，明白。他这个舞蹈的名字呢叫降雪，那么是山东的。好，这个舞蹈呢，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
有可看性。咱们接下来有请好吗？好，好，有请。必须的。知道这是从山东过来的一支团队，嗯，而且他们主要的语言是用的我们山东地方上面的胶州秧歌里头的音素，哦，但是呢，他们又跟现代结合的比较好，哎，嗯，而且外来文化的这种影响，包括蹦脚啊，啊，包括这种短裙啊，是我们现在都市文化的一种表现，嗯，因此。他们是现在中国的形象的表述，嗯，啊，我们为了这一个，我们觉得做山东人，哇，那山东不得了，现在对不对？好像我觉得舞蹈里有点像芭蕾，啊，有这个成分似的。有啊，吸收了大量芭蕾的一个哎好的东西。对，听听我们的老那个阿姨，自我介绍一下，你介绍一下。啊，来介绍，先谢谢评委老师的夸奖啊，我们是青岛市市南区文化馆银帆舞蹈团，我们平均年龄在56，56周岁，哎，哎呀，我以为16周岁的，是吗？啊，最大年龄是62，刚才那个跳领舞的62，这个领舞，哎，要命，哇的，62岁，对。我还以为请的外援，没有。那么这个舞蹈的编排老师是我们的年轻的啊，北舞的研究生，哦，周震老师就在下面。啊，哎，周震老师，来，哎，上来。感谢感谢感谢。上来，周老师上来，请上来，来，周老师。这个。这些阿姨，我觉得她们平常我都叫她们姐姐啊，因为太年轻了，对呀，然后她们平常呢，就是训练也非常的刻苦，
因为他们平常大家看他们做的，就是这个年龄他可能膝盖啊有些关节什么的不是很好，对，上下的起伏的动作都不可能做得很大，所以这个训练呢就需要加强很多力量，腿部力量的训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抱着我就出来活动活动玩一玩的心态，可是练着练着呢就想跳得更专业一些，更好一些，比别人更强一些。特别上一次来了咱们舞蹈世界以后啊，然后回去以后然后就火了，火了以后然后就没办法了，就必须得跳得更好。然后怎么办呢？就天天拉自己，就是天天停止不了，天天练，天天练，停不下来了，的练，停不下来了。你给了一个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升华和提高支撑啊。现在这个环节啊，这刚才那个几位咱们的专家老师们，你们的点评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棒了。在这儿呢，我也恳请啊，因为我好几期都没得到冠军了，我觉得这个分是不是恳请在座的啊，能够必须的，谢谢几位老师，谢谢几位老师，那老师给我们，王总，我们邀请你快上来，快上去啊，听见人，听见人，那还得打高分，反正你也不能高分。山岗一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把风扇开，路更弯，千里迢递江水，情深意长。满肩膀，啊，充满肩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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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有了，这票有了，投票，好，谢谢，好，请看结果。哦，我们的总分呢，现在占据第一位啊，啊，156分。好，我认为汪正正老师有很多的绝活，哎，有很多的手艺，你是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拿手的才艺啊，嗯，那就是唱歌了。那就唱一个。来吧，好的，那我唱一个，我最喜欢听他的歌《建国大业》里头的一首主题歌，好，追寻，好吗？好。抚平冉冉逝去的光阴。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一页页一片片刻骨铭心的画面，我心驰神往，不懈的追寻，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心中很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我苦苦追寻那人世间的大爱无疆，大道无垠。
点纯真，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我苦苦追寻那人世间的大爱无疆大道无导演吧，啊，最后压轴的都是压轴都归您，都最好的，是吧？都归您来介绍。哎，我们最后下面呢要请出南京来的，跳的是花鼓灯。您给评价评价，专业的评价，这跳的怎么样？他应该说就是我们的大家共同认识的曾经之老师的最得意的弟子。好，目前能够跳成这样的，恐怕也就是这叫岳莹老师。岳莹，哈啊，这个曾经之老师呢，2013年的时候已经故去了哈。他们现在从头到尾，连群舞带他岳老师跳的都是曾经之老师风格的花鼓灯。哦，那个刚才罗老师啊就一直在看，盯着江老师呢也在给讲解。对对，他就没明白到底是哪个脚的部位
粘在地上了。对，这个是非常非常较劲的，就是好像我估计他前脚掌还不一定都能粘上，他应该是几个脚趾可能摁在地上。这个呢，在我们安徽花鼓灯里头，这个叫寸子。啥？寸子？寸子？寸子？那就是比过去那个小脚的话还要小。对，它实际上是绑在脚上的一个小的高跷。脚脚最最低的高跷。哎呀，要不要给他看一下？看不了，太难了。就拉起裤腿来看一看。那个脚都在外面。对了，啊，它就是脚趾头。那还真是那谁那个老师啊，那还真就是我说的那个，就几个脚趾在那个位置。这是半脚掌。所以功夫很深的，太难了。他们像他这样的，我估计也有十几年的脚下的功夫，他才能走成这个碎步，不摔跟头。潘老师为什么说他这个功夫深呢？嗯，就是他这个碎步吧，他看不见脚，然后再一个呢，他溜得起，刹得住，还能停得住。嗯，还有呢，一条线似的给人家，动态当中的静止，静态当中的流动。看出来你是陈静之老师的学生了，你是安徽学舞蹈的是吧？你怎么现在去南京了呢？我们九岁跟着陈静之老师，然后一直学习，然后我就是鼓架子和兰花同时都在学习，然后进了花鼓灯艺术团，进了花鼓灯艺术团过以后，然后团里边就是因为花鼓灯在我们这一代呢，不只是就是继承下来，然后呢我们要发展它，因为我就喜欢花鼓灯，所以说想一辈子跳它，一辈子跳它呢，我不能是就是继承它，过以后没有发展了。然后所以呢，我就是到南京青年歌舞团跟着那个黄淑佳老师学习舞蹈编导，然后自己又在南艺呢攻读学位。我想利用这个外界的这个学习的更多知识来丰富我们的花鼓灯舞蹈，创作更多的花鼓灯精品。所以说现在这个花鼓灯啊，由于北京舞蹈学院最早就是慧眼识珠，把花鼓灯纳入到他们的教学中间，所以现在花鼓灯也是中国传播最广的一个汉族的民间舞，除了山东的啊，哎，就是安徽的了。所以这个月影，我们对你这个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传播，也寄予很大的期望哈。是，希望你能继续努力啊。对，谢谢。这是我们一辈子从事的，就是从民间当中来，又要回到民间当中去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嗯，也就是说，我们的舞蹈是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元素和因素，从这个当中汲取养料，然后变成我们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最体现中国的形象。潘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投票之前先别着急，您这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这个可以说是泰斗级人物了。旁边又坐着您的徒弟于小雪，大家我们欢迎潘老师和于老师上场，好不好？好，跟我一块儿合作合作。下面我们又请这个史上最强阵容啊，潘志涛老师、于小雪老师和岳莹老师的三人联袂表演花鼓灯小场，小场，小场，好，欢迎。哎，动动动动动动不动动一动动，卡卡里卡卡里卡卡里卡一顶卡卡一顶卡，顶卡顶卡顶卡，卡个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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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好，那现在请大家给我们打分。好，谢谢大家。好，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个节目，然后呢也是我们这一期里头的最后一个节目，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跑到舞台上，我们看一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因为这是最强的一个阵容。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亲爱的嘉宾和我们的推荐人，我们这一期一共六期的节目都显示了我们最近的最高水平。我们把这个六期的这个节目都回顾一下，我们请各位推荐人谈一谈我们这一期的最高水平最强阵容，你们看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我特别的感动，每次来参加舞蹈全明星啊，我都会获得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受。那么今天我看到了在这五支队伍中间，其实我看到他们所有人对于舞蹈的热爱，同时我也看到了舞蹈给予他们的快乐，这一点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我们舞蹈全明星这个栏目啊，能够传播舞蹈文化，同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舞蹈的魅力和舞蹈能够带家的快乐，我觉得这是功不可没的。我今天还要再次的祝贺五支代表队取得这样如此圆满的成绩。谢谢。好，说得好。参加了这么多期舞蹈世界的这个活动以后呢，实际呢我们几位评委呢都参加过很多很多节目的这个评委，但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呢就是来到这个舞蹈世界真的是不一样。阿姨叔叔们和哥哥姐姐们啊，在很多方面来讲的话是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是说一句真诚的话，特别感谢咱们这个平台，也感谢咱们这个舞台，也更感谢叔叔阿姨们的精彩表演，再次感谢。好，谢谢。我呢就是每一次看到这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跳舞的时候呢，我都被感动了，好像被他们的那种幸福感那种笑容融化了，因为他们笑得特别真诚。舞蹈是一个以情而表述的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的艺术形式，那我觉得最重要在舞台上就是真情，他们抓住了这个艺术门类的最本质的核心，我向他们致敬，谢谢。每次来到舞蹈世界都特别激动啊，因为这里不是一个鄙视谁的舞蹈谁的舞蹈技术更高超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人们就完成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完成的梦想，比如说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的传承、民族力量的传承和自己的那种精神力量的传承。所以在这儿我们感受到啊，虽然年龄段都很高了，但是他们表达的是民族强大、个人精神的强大、个人身体状况的强大和我们祖国的强大。好，各位推荐人都说得太好太好。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舞蹈全明星接天意接地气，所有的这些节目呈现的是人民当中来又回到人民当中去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趋向。我觉得舞蹈全明星做的是最好的中国舞蹈，而中国舞蹈就是体现在这些人民的身中。我想我还要向他们学习，然后把他们的节目拿上来交给我们的学生，然后让我们的学生再能够像给他们排节目一样能够互动，我们这个节目和我们这个舞蹈能够更好的前进一步。谢谢各位，辛苦啦。下面看一下总分，我们看看今天的结果。祝贺江国党，祝贺第五支团队，舞蹈世界全明星，下次再见。舞蹈世界，舞蹈全明星，欢迎您。